那个搭档跟你，他来介绍，你来卖也行，咱们现场卖一个也行。可以，行不行？来，掌声有请。从哪个开始？那就从中间这款小的开始吧。从这个小的开始。这款小的为什么我想做它呢？就是主要是它看着特别萌，它虽然在变形金刚里边没有那么霸气。 但是我感觉我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呢，我又想用我的手法呢，把它给呈现出来，就是我们的工艺是什么呀？就是简单的手锤子焊接，你就是靠锤子这基础工具敲出来的，是吧？对对。但这个大家仔细看那个镜头里边，其实特别像涂磊老师。对，我也喜欢像涂磊老师。对，前面那个大镜子、大眼镜。我眼睛有那么大。还有你的发型，就没毛嘛，头上没毛啊。这个你怎么定价呢？ 这个定价就根据我们这个原材料，其实原材料这一块呢，不是我们主要的成本，主要是这个工时，比如我投入了一个月的时间，那它的成本就比较高。对，你还挺厚道啊。就根据这个来的吧。这多重啊？这个大概就是在40公斤左右。40公斤左右，卖吗？卖。多少钱？卖。全总说的就是。全总。对，全总。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我是郝工吧。 郝工，对，全总，全总郝工，对，啊，行，这个多少钱呢？刚才说，全总，就是我们正常的销售价就是5000块钱。5000块钱，有人要吗？包邮吗？这个5000，你要是在北京，那就简单了。北京，他在北京，你要吗？我可以要。你要5000肯定不能，怎么也得打个折啊。对吧？2500。加点呗，5000块钱。应该打折，加什么加呀？对不对？你想这个便宜一点。哎，你们这些女人，人家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你们都反对，做成了你们又要买不加点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打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俩今天我缺少一点情怀的东西，所以就因为这一点，虽然产品很好，但是还是要打个折。这些女人过日子的时候说银行存款，是吧？挣了钱之后她又讲情怀。对啊，她可以跟你交流是吗？她可以说话吗？ 这个功能可以后期实现，但是现在这一款没有。这款没有，还要实现说话功能要加钱。那我就买这个暂时还没实现的吧。行，台下交易。来，这里面最喜欢自己最得意的是哪个？我自己最得意的还是黄蜂，还是黄蜂。那咱就说说黄蜂吧。来，这黄蜂呢，大家看到它这个机械感特别强，就是说用我们这些零部件啊展现出来呀，感觉更真实一些，看着更霸气，更帅。 你这个钣金是哪来的？这个材料都是从废这个拆车厂嘛，拆车厂一些修理厂去收嘛，剪。这个棱角都是敲出来的，还是用冲压模具冲出来的？都是敲出来的，敲这么直？对。哦，其他的几乎都是全部都是汽车上的了。这卖多少钱？这个我们现在的售价是12200，12200，这也是不能动的。对，这个也是不能动的。 这个买回家去的话，摆在没有地方摆呀。如果说，比如说，哎，你平时那个找用户去给他合影收钱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是愿意合个影，比如说给点钱。其实说句实在话，12200买一个这个东西真不贵。对。关键是公司里面进行摆设，现代化的一些这个互联网公司摆一个这个挺好的。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个。对的。这叫什么名字？这一款它是也是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个角色，叫机械狗。 就是一个狗的造型嘛，当然它就是在电影里面演呢，它就是一个反派的一个角色了。这好像是仿着潮汐做的。潮汐这个动作很入神。对，这一款的特点它就是机械感很强很强，全部都是用这个零配件去打造出来。涂磊老师，你要知道，就上一集我们不是那个弄了一个同款嘛？嗯。然后呢，我们节目组的导演就开始，他们说每次要有这样的手艺人来，他们都要挑战一下，于是今天我们节目组导演也做了一个变形金刚，要挑战一下他。请看，哇塞，哎，这个有创意，这个搞笑，做的真好，特别是脑袋有创意，对吧？这是变形金刚的那个身子，然后还有小翅膀，是吧？身高也不高，哦，好厉害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也可以拿出来拍卖，大概价值6000块啊。 6块钱可以，不，中间那俩孔是干嘛的？这个其实就是散热。有没有人想要？六块，六百块，六六六，八百八十八。我代表节目组888拍给你了，好不好？
刚才都说到生活，生活啊，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很现实。也许一个模型卖出去，正好能够满足一个月的生活费用。在这整个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为了真正的为了一个月的生活而赶期制作出来的产品？有这个时候，当时我们做一款，也是客户定制的一个铁牛，当时为了赶工期，三天三夜都从来没有休息。当时我下边的那个工人也好，他们是两个小时轮换一个人，我是连着干了76个小时。